我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第一次当导师的经验。我还记得2年多前的一个礼拜天的下午，我突然知道了我隔一天就要当导师。那我想学校是不是弄错了，就是排错人，怎么会让一个那个毫无经验也毫无准备的人上场？我很怕我把这一切都搞砸了。那我想说，学校赋予我这个任务，应该就是希望我把这20个小孩就是带来更好的地方。那在这过程当中呢，我心中就浮现了一句金子语，它讲的是呢，只要有心就不难。到了今天来分享的老师们都是说导师哦，导师，那这句道啊，道下有寸，其实方寸呢就表示我们的心啊，所以呢你这条道啦，我们既然啊选择这一条道，就如我也是选择这一条道啊，这一条不归路的道哦。那个时候选择出家这一条道路，其实呢，走来心甘意愿哦，心经甘意经完呐、啊，修行都是出自于内心，不管。多么的苛难辛苦，在那小木屋呢，是没水没电的哦，在一个旷野哈、哦，5、6分的一片土地中间的一个这样小小的小木屋，假如能再回头，在那个时候的生活不知多好啊，因为呢，唔免甲人相看。真正的呢，是可以心静己清澄，自显虚妄。可是再想来也不对，因为呢，佛陀来人间呐、啊，就是为了普度众生，一定呢要接近人群啊，才能度众生嘛，不能独善其身呐、啊，应该要。建立他人，所以呢，在45年前，我们慈济开始就已经呢决定了四大志业，很自不量力了。40多年前哦，那从慈善而医疗而教育而人文，这就是慈济的四大志业啊。也按照了这样的顺序，这慈善工作那个时候，花莲啊，就是一个人口凋零啊，这个生机呢，也是好像在枯萎中的，所以啊，我们看到了苦难人偏多啊，老人啊，孤寡啊，都不少。所以我们从在当地呢，就有了慈善的工作开头哦。那慢慢会体会到了，这人呐、啊，一生下来呢，总是生老病死，开始规划盖医院，很辛苦的盖起来以后呢，那就是人才难求啊。没有医师，没有护士，如何能把医院做得好呢？这也都是人才难，尤其是在那一段时间的东部少女啊，问题很大，因为呢都被卖到西部来，所以这也就是一个因缘，我们就开始呢建立了。护士学校已经了，我们现在的技术学院已经是22年了哦，慈济的教联会呢20年哦，
有使命感的老师呢，人人汇聚在一起，彼此分享啊，都互相吸收啊，哈，都会呢给真多功夫啊。也很期待我们慈济系统的老师们也能参与这样的教联会，昨天也跟校长啊这样的分享啊，我跟校长说，教育呢也要四大合一呀、啊，因为呢慈善，我们教育不能没有慈善呢。但爱怎样讲哦，孩子假如没有教导他们的善念啦、啊，能付出呢，那安尼咱算教育的无成功哦。除了教育与慈善要结合啦，其实呢，跟医疗也要结合，因为呢，生命的教育都是呢跟医疗有关哦，所以呢，教育也要慈善，也要医疗，同时呢，一定要有人文，所以，老师菩萨呢，人文嘛，就是人的基本。是人的本分嘛，从人的慈悲智慧结合起来，把现在的大时代的分是非分明，这个大时代吧、啊，那无是非分明啊，真的很危险呐、啊。所以我们应该要明是非啦、啊，我们在利用这个大时代的科技。所有的国家都可以起我们的这种优点，在循环，在互动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这就是对的事情。我们利用现在的科技，能来净化人心。我们呢，以最虔诚的心来祈求天下无灾难，就要从心灵教育开始。我们用爱的滋润呐、啊，让孩子们呢打从内心的那一份的善良、悲心、智慧，真正能结合起来，让孩子们在这样的爱的滋润之下呢，将来呀、啊，一棵棵的大树呢，能成荫啊。这都是希望菩提林立同根生，菩提就是觉，好有智慧的意思啊，所以这就是期待教义呢完全化，一贯教义啦、啊，从小中大，教就是要教之以理呀、啊，义之以爱，所以呢。我们要教的孩子，让孩子们呐、啊、有礼、有礼貌，才会懂得伦理道德。人世间呐、啊，总是教义呢非常的重要。不管是任何一个时代，教义呢是人伦道德的。磐石，所以呢，人类啊，假如这种的磐石没有稳定啊，那就是很担心未来人类社会生态。希望我们呢，为教育的着想为方向，所以我们要人文深度化。也是很期待、哦、我们的教育就是四大合一啦，我们要打起先锋来、哦啊、树立了这样的典范啦，因为呢自己的孩子、哦、让你说更加乖啦，那别人呢没有教育好、哦、那变成了呢小霸王啊，唯我独尊啦，假如你们的孩子将来碰到这样的要怎么办呢？所以我们现在唯有教育教得好，那才能呢社会祥和啊。所以老师们，慈智合一
啦，吼，是咱的职业，但是也是咱的志愿，所以职志合一，吼，但愿呢，未来啦，我们的职中小呢，会应该就是做一个未来教育的典范。现在的时代方向要怎么做？导大下有方寸啊，哈，所以这就是导啊，我们心胸要开阔啊，让我们的生命的责任方向呢正好，然后把孩子呢导引到正的方向去，所以这就是我们大时代教育的使命。